第36题 ，ABC 铢为4种金属 ，A2 正 ，B2 正 ，C2 正 ，铢正为该金属之离子。经以各种金属与离子互相作用，结果如右表。正表示有反应，负表示没有反应。有关于以上反应的叙述，何者正确？ 我们看到 A 加 C 2正有反应，表示 A 的活性大于 C。我们看到 A 加 B 2正没有反应，表示 A 的活性小于 B。我们的铢通通都有反应，所以铢的活性最大。我们的 C 通通没反应，所以 C 的活性最小。B 呢有2个正，所以 B 的活性第2位。然后接下来是 A， 所以我们的活性大小是铢大于 B 大于 A 大于 C。所以我们的选项 A 呢是错的。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猪的活性是最大，所以它最喜欢氧，得到氧之后最不容易放掉，所以猪的活性呢是最安定的。那么再来是 B O 再来是 A O， 再来是 C O， 所以选项 B 呢也是错的。那么因为我们的猪最喜欢氧，所以得到氧之后最不容易把氧放掉，所以呢它的对氧次数氧的活性应该最小，而 C 是最不喜欢氧，得到氧之后最喜欢把氧放掉，所以应该是 C O。 它最容易把我们的氧给放出来，所以选项猪呢也是错的。那么我们的猪的活性是最大，它最容易把人家的氧抢过来，让别人发生还原而自己氧化，所以呢猪是一个最好的还原剂，所以选项 C 呢是对的。所以第 36题问我们说，有关于以上反应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最强还原剂猪。